龙婆爹第一期要施佛，佛历2500年，龙婆爹的要施佛不但消业障越来越顺，还很招财。要施佛手中托着的就是可以召唤钱财好运的法器，懂龙婆爹的都会佩戴师傅的要施佛。这一期佛牌价格昂贵，因为混入大量黄金、白银等等九种材质，而且督造数量少。龙婆岩长期佩戴这一期佛牌，后来还曾经复刻过一期。这一期要施佛一直是龙婆爹爱好者以及要施佛爱好者的大爱，价格真的蛮贵。在泰国，很多高官、政府官员或者做生意的大老板喜欢佩戴，可以帮助自己消业障、消官非、是非等等，从而达到转运无阻碍、无小人，生活越来越顺利。欢迎订阅本频道，了解更多佛牌知识。